OK，那个现在已经接近11点半了哈。刚才其实停止录影之后，又修了一些东西，聊了一些东西啊。好来，然然后后这我个真的是最后一想次了哈。等一起，下我就要下线了，我忙下一件事情录了。影。好，然后恭喜大家，我们这次的东西就到此完美的告个段落哈。然后下次大家要做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因为未来事情很多，未来事情太多了哦。然后每一次的必报，每一次的任务都磨练到不一样的东西，哈，不一样的东西。好，那就祝大家一切都很愉快。然后上了研究所之后呢，困难的更多，但至少能打疫苗的。什么叫疫苗？就是死病毒或死细菌，然后呢打进去之后产生抗体，但是又不会让你生病，可能会发烧而已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哦，疫苗就是疫，COVID-19 苗的疫啊苗。，vaccination。你看哎，我，为什么你老师，你看为什么他没有会这样？为什么？他可以侦测心情，对不对啊？然后就我不然什就，么？我什么都没按呢、哦？为什么我先声明，我什么都没你会按。做什么动作？我为就什这么？样啊。为什么？好来，那个这等一下我要下线了哈，因为我觉得都做完了，都整个排版，然后干嘛都看过哈，然后还在尝别动，试。没事，别动文字，就动排版就好了。没有，来，又放鞭炮了哈，来。来，一人几句话，我们准备做个感想，做个结束。来，我们终于做完好了，诡异的事情。啊，然后记得 OK 定稿之后，也可以寄给指导教授啊，就说你贡献哪些部分，然后在这边学到哪些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凹你，东凹你，不，开始给不同任务啊。好，来，杨大，有，很开心，做完嗯，了，好做完棒，了。可以睡觉了，好，好棒。那下次的方案再下次再进行，因为太多事情要。而且我题外话哈，今天你说那个茶桶烫到了那个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子了，因为那个东西很重要，那是指南点。其实 HACCP 每个步骤其实都有它的指南点在。对，那没关系，这个是我的事情，我来写。之后刚好有想到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跟镜头挥完之后，我就停止录影，然后再讲2秒钟，我们就整个结束掉，然后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老师，你不睡觉？我等一下上虾皮。哦，不能仗着那个啊，舒张压下降了，就这样。我说，我身为营养师，我还是要建议你要早点睡啦。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只是没关系，没关系。好，来，OK，那就这样，来，OK，来。那就我先停止录影了。那我今天4段影片我都会上传，好，然后因为我证明说我真的是这样一步一步在带学生做这些事情，至少在他启蒙阶段，好，当然你看像也那个肖大他在那个地方见识到的东西都是我没见识过的，我也无法想象的他那种计划那种高度国家级的高度，那我只能就是在自己能做的范围之内能把大家抓起来尽量抓起来。好，OK，那就谢谢大家了，我要停止录影了。大家 OK，晚那安。就网路聊了，网路聊了，好，好，停止录音。